大家好，我是大龙，又到了春天开始干活的时候了。今天到我家深地来了，还有大姨家深地。今天我们要给这个深地里头上豆面子，往豆里扬，地里扬豆面子。啊，一个来回一个，两串一袋的。这片深地是我大姨家的。你去干点技术活，你去做个尺杆子去，上里头找个好点直溜的。做个尺杆子。做尺杆子。你再当咱量咱的那个。钉钉一下看有一丈能。啊，行。先不用再搬，搁杆扛着搬呗。整一串是车上搬下来一串，整一串搬下来一串吧，先挪挪车。我大姨夫不都有数的吗？大概都些。两串，一袋两串，这都算好的了。这一片的几百张大姨夫？好像300来张吧。300多张。一早上现在还有点冻啊。豆面子都可以发酵变成肥料进到地里头。这个功夫这天可真不错呀，没风没浪的。昨天那大风扫我头子吹的脑瓜皮疼。不好说呀，这赶紧扬完了我就赶紧悬。现在我们已经干完了一块地，这片地完事了，去另一块地了。这个是我大姨家的，然后那片是俺家的，现在去我家这片地。这片深地他家这都得重点呐。种人参也有风险，去年点的没出好，这是地林家的，今年还得重点，投资老大了。哎呀，这药材基地以前可没这么些人哈。好冷，我叫年的。马道过去了。那叫年的吗？这过去就是吧。那、嗯、也、哎、行。对，这边干上点哈。这边干上。现在来了另一块地，这片地呢是我家今年准备上人身的这块地了。今天一会儿把豆面都给它扬上，然后我就要开车还得悬。今天这活啊也挺紧张的，得抓紧干。主要是这个时候干活就怕起风，看稍微起点微风，这豆面就飘了，不能让它浪费。三十串，几个短串大爷？10个短串啊，十个短串呢？10个短串，那有的那三四个，那就是大茄子。流光呗啊！刚才开车干了一阵，把这深串旋了旋，第一遍特别难整。第一遍就刚开始搁第一，直着点搁第二，这太慢了。啥？第三的话可不行，第三的话找不直溜就跑偏了。你这就
现在中午了，俺们准备吃饭。我带的，带那个有热水吗？俺家那大保温壶找不着了。去年吃完了一冬天没喝水，找不着保温壶了。